法师诸位同学，真济。正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57面，357面对倒算第六行看起啊，倒算第六行看起，头前要有一句，一句头前要有一句，以上代表菩萨以善根力，感得心生尊贵，结果梦中财富充足，乃至迄位灵王迄座天地上皇下化，令万所愿。这句是说到头前讲到六欲天啊，讲到大梵天，这是拢是以多善根、多福德的成就。人生在世，未当无修善根。世间的善根，三善根：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好甲人讲，世间所有一切善法，拢对这个根生的。然后倒转来都叫三毒，贪嗔痴叫做三毒，那就是讲世间所有一切不善、一切罪业，拢是对贪嗔痴生的。啊，由此知影，善根生善法。不善根生恶法，佛教导人一定爱修三善根，无三善根未当入佛门。弥勒经上世尊跟人讲，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换一句话讲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基本条件，要具足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。你个看世间有大福德的人，或者是咧做灵王，或者是咧做天王。这是大福德啊！这款的善根福德，这是往生极乐世界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无这个条件，要安怎会当往生？要福德对对修。对六波罗蜜修，数量六道是修福，那咱敢有认真去做呢？结果
做一件布施，财法无为相讲的，可是六波罗蜜，以即是六，六即是一，咱只修布施，那世界忍辱精进等非拢所获了。因此，这三种布施是得到人间一点点啊小福报啊。小财富，小聪明智慧，你就是这个啊。小小的健康长寿，其实的利益无得到啊。如果每一道的内面啊，拢具足圆满的六波罗蜜，这个福报大。在人间是人王，在天上是天王。在出世法是菩萨啦。经面所讲的，拢是说明菩萨的善根力，只有善根的力量，善根福德会感到生生尊贵。换一天就要修一天，就是啊，再做一天。一定要把心量拓开，爱会当包容无条啊，这不是夸张。世尊伫经上甲咱讲，每一个人的本性心量拢嘛是遮尼大。金包太虚，两洲三界，诸佛如来是安尼生啊，一切众生拢嘛是安尼，拢共款啊。只是众生迷失了自性，起心动念，伊啊想的范围太细了，只知影家己的利益。伊唔知影要利益众生，凡是人该施爱，也是小利益，心量也是无大。十法界已经庄严，伊只想着莲花界。十分内面，伊只想着一分，其他的九分拢无。伊这量敢会使算真大呢？小心量啊！这款小心量的人，伫现在真好找着啊！现在人只顾自身啊，自私自利。除了自身以外，伊父母、儿女啊，伊拢无去想着。这个心量偌细啊，心量愈细，你着个果报沾处就愈低啊。下到帝国就是无间地界，
阿弥陀佛，所以古人常常跟咱讲量大福大，这个话有道理。量细啊，福报就细啊；量大，福报就大。啊，世界是不是布施？是布施。是做出好模样给人看，把众生做榜样啊，把众生做标本啊，哪会说不是布施呢？这里面的财法无为拢总有，忍辱是布施，精进也是布施，禅定不外这也是布施啊。希望在布施之法里底，其他的五门啊，全部拢包容咯。真正是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，这叫做菩萨道啊，这叫菩提法。伊所讲到的，无论伫倒一道，无论伫什么时阵，无论什么处所，拢是生尊贵家。德高望重啊！德高是家己成就的。梦中是故啊，社会大众对尊敬啊，用于学习，财富充足，财富就是一修的啊，财布施修来，建成了后，那是自性的。在乎不是家己享受，在乎是救济贫乏，伊是做这路用的，一位灵王协助天地，这是地位上权的，关系上大呀。上红下花，上有使命，有责任，弘扬圣教啊！圣灵的教诲。诸行化他，一定遵守，一定认真去做，个社会大众做好模样。只有啊，伊家己认真做，都带头做，人民才会听伊啊，群众才会听伊啊。众生才会敬仰伊啊，向伊学习，依教奉行，怎样下滑呢？依教奉行，就是下滑众生。令万所愿，
佛菩萨的所愿，只有一句话啊，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都是这愿啊。佛菩萨要满这个愿呢，用什么手段？用教学。教学的方法会帮助众生开悟啊！众生苦对于都来，对于未来啊，未离不觉啊！这是一切苦的根源啊！何况众生迷失了自性，经内底常常有感叹啊，讲可怜悯者，这是真的啊。众生跌落的原因是开悟，开悟了后思想纯净，言行如法，果报殊胜，也就跌落了，迷失了自性，那就是啊，邪知邪见。妄语邪行，所感到的果报是苦难啊，而帮助一切众生，真正是对根本来落手啊。咱明白了，咱知影，都知影要按怎来去做啊？佛陀在世，用方法心行研究啊，佛无在世咯，留下来的经典。用这个来教化众生，安怎教呢？都系菩萨来教，唔是菩萨未用呀。菩萨依照经典，有佛的身形。研究，这才会当满乎所愿，这真正是不乎情温呐。都一寡人是菩萨的，佛弟子是菩萨。佛弟子之间就是身形，世界临摹精进禅定是身形，研究啊是布施，
是财是法是无为啊。这就是上皇下化，满腹夙愿，敬以先君列国、台湾列国、上帝的佛，这是拄着啊，有缘拄着佛咯。佛伫倒位啊？佛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为什么来看袂着伊？咱无善根，无权力。如果有大善根、大愿力，你呀，就会去看到咯。看到佛，你才会亲近佛。你看不到佛，你免哪亲近？初有佛的人，善根愿力拢不足啊！这个时阵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遵循经教。佛的在心经常讲过，经典所在之处，就是佛所在之处。咱掀开经卷，面对诸佛如来，安尼生咧，经就看有哦。掀开经卷。啊，佛无感应啊！他上的变数搁较多，无看到佛，不该如来真是伊啊！你无看到啊？这都是因祖上讲的啊！一份恭敬，一份利益；十分恭敬，十分利益。你无诚敬心，现开经观，无看到佛啦。如果有十分真诚，经观一个现开，佛就伫面前咯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念到你真诚的心中来对起咯，是这款代志啊！真诚心就是佛啦。你的真诚心跟如来的真诚心心心相印，合理为一，而且真看到佛啊。佛祖佛所尊重敬仰，已经感端，
世间受福报，无过有供养佛，在《圣经》教内面，佛常常用比如，在全世界七宝供养，比袂着法供养。什么叫做法供养？依教奉行，是叫做法供养。我哋经常叫咱安怎做，咱真正去做啊！真相信，真听有咯，认真做啊！这就是供养佛啦。那供养佛爱用香火无？啊，供具无需要，因为咱那供香啊、供火啊，啊，佛都真欢喜，你错了。供饮食，佛真正敢会吃？无啊。诸位，这些啊，拢嘛是表示咱这个对佛的一点啊恭敬心啊。佛是安怎呢？如如不动啊！佛教伊什么呢？教伊你真正去做啊！你真正的修善根啊！不贪不嗔不痴，你真正的修六波罗蜜，我教伊一个啊。为什么你安尼做啊？你个佛一天一天的接近咯。你若只强在形式上呢，心内也阁是贪嗔痴慢，也是自私自利。也咧创是非人我，实际上你甲佛的距离是愈来愈远咯。佛对你嘛是无可奈何啊！你甲佛行的方向是反方向，顺从佛教诲。咱是地佛同一个方向，今仔日最简单、最殊胜、无比微妙的法门，不过有念佛。啊，讲真多咯。但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以外，什么都能放下。试问看卖，如果阿弥陀佛在你面前，现在就接引咱去极乐世界。这个时阵，咱敢也有什么念头呢？如果也是讲我有亲人，我想要甲伊见面，我也有财产，我无交代清楚，我就走去了，不爱插你了。你慢慢去变咯，那是什么六道轮回来的代志啊？佛现在来接应我，欢欢喜喜我就带伊来去啊！
世间事跟我的不相干，无代志，什么代志拢无啊？清清气气啊！我就带你去了。我劝各位同学，大工爱做如习惯，时时爱做如习惯。佛在经上甲咱讲，人命无常，在呼吸之间，一口气未来了。这个一生就结束了，唔通抓做，要有偌济工啊，要有偌济年，那是梦想啊。想做如是观的人，境界观啊，那是真实智慧啊，真实之理。有高度的境界，念念拢嘛具备往生的条件，善根福德因缘，真正是多善根多福德，福德是放会落啊，善根是看会破。真清楚了，真明白了，真放下，所做功德无量无边，算不能尽。一句佛号，故叫无量无边功德，无比这个功德更加殊胜啊！所以说不能尽啊，诸佛如来讲未尽啊，何况凡夫。下面一段讲下话，利傲有情，咱甲经文念一遍，心口生出无量妙香，犹如旃檀，犹如波罗花，其香普熏无量世界。随所生处，色相端严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色界故作，求中生出无尽之宝，庄严之故，一切所思最上之物，利奥有情。这段经文里面有三小段，第一个小段呢，
妙香无量。第二小段随类现身，第三小段最上之物啊，然后有情。咱看念落的注解，大师讲修不可思议，普贤大师之德，故其性感也不可思议。这个性感是书生的感应，这句话咱啊都爱会记哩，咱来学习。咱生活伫个这个苦难的世界，世法佛法拢爱知影求感应啊，无感应，咱做任何一件代志拢袂当成就的。那你，我二十几岁时阵，甲李老师学经教，我主读无多，但是甲同学来比咧。我知识比因较丰富，老师所讲的鼓励真多我拢听有，老师甲我讲方法理性必须爱具备世出世间法，为什么你无了解出世间法，无去理啊？唔知影世间法，未去记啊？里面那方法理性呢？如果咱了解佛法，唔知影世间法，你讲的物件去理是不去记？如果了解世间法，唔知佛法，那是啊，缺机无缺理啊，拢未当方法理性。这两项代志，出世间法，即部大藏经，你会通未？世间法，伊唔免讲别项呢，就讲中国最大的一部藏书《四库全书》。你这一生刚读的完，还未通呢？咱啊，刚等买有一套1500册，这么大的书。1500册，无办法啦，未当通个啊！这个时阵要安怎呢？老师甲我讲，转变感应，咱求感应。也对上讲的求佛菩萨加持啊，用什么求呢？用行、真行、真诚心来呀，感动佛菩萨，
佛菩萨都有应啊。求佛菩萨智慧的加持我，咱才会当把这个经讲啊，切理切机，转去感应，真诚到什么程度？到极处啊，就是自性感通，自性就是真诚到极处哦。这个真诚是爱认真做啊，按怎做呢？方法真多，八万四千法门啊！咱的净宗法门是比什么都较妙，为什么伊简单容易？只要你自行。老师念这句阿弥陀佛，感应到现前，不可思议的感应。只要跟阿弥陀佛起了感应，就是讲一生唔捌听过啊经教，唔捌看过经。现在有人请你来讲大经解，你肯定比我讲较好。为什么你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啊？你所讲的啊，都是阿弥陀佛讲的，加持你啊。这一心一处无事不办啊，可是这件代志你唔肯相信，你一定有怀疑，所以你未成功。如果你真正相信，无怀疑，你就真正去做，到时阵伊就真正通咯。一般有善根的人，有善根是什么呢？有世出世间法，拢不贪不嗔啊，不痴，这三善根。佮加一个精进，精进是菩萨的善根啊。你看，有世出世间法，不贪不痴不嗔，一门深入，等时分修。精进不害啊！你具备这条件吗？就那都是三年五载，阿弥现前，你通咯？做那都是十年八年啊！有难处无？无难处啊！拢在精神感通，全在这心一处。佛说无事不办，这心一处，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讲的多劫六根，同这意思啊。为什么六根向我走去？你该拢总拢收转来，就这心一处。其实每一个根拢向四面八方走去。啊，走乱了，走散了，所以一点啊力量都无啊。凡君
扎一张纸都看无，你讲可怜无？散乱咯。如果会做什么厝，卖讲扎一张纸，隔一座大山，山那边有什么啊？你拢看得真清楚。大乘经教内面甲咱讲的药君的作用，无一项毋是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伊无障碍啊。目睭会看到虚空法界，会看到微尘，会看到微尘内面的世界啊。这啊，咱伫经典上有读过啊，普贤菩萨啦、啊，普贤菩萨会看微尘内面的世界啊。微尘世界内面也有微尘，迄、那个微尘内底也有世界，定定无尽啊。普贤菩萨看较清楚，若看清楚，伊会当入去啊。到微尘法界内面啊，去降佛闻法，不离微尘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所以咱看到在发心大师，即地大师啊，公修，这是公法藏大师，代表所有的发心菩萨，因公修不思议普贤大师之典。咱看到真正显现啦，那普贤大师指点咱敢会当修会啊？你爱把这三个根修好，地主归感应篇十善业。爱落实伫个生活，落实伫个待人接物，各进一步，分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你的善根福德就现前咯，有这个善根福德。修菩萨了波罗蜜，普贤大师十大愿王，一心奉行，念念不退，都、就是功修啊。十大愿王是诸佛如来的境界，诸佛如来是怎样对待一切众生呢？普贤大愿第一条，礼敬。一切众生，那是人是天啊，
包括绿岛内面啊，一切友情，都包括树木、花草、山河大地，包括虚空法界。咱啊，每天礼佛，最后所礼，心胸洒脱，为人法界。前有无情，同源种地啊。一花一草，一点一抹，还是如来啊，还是诸佛，真情礼敬的对象。所以啊，称作是性德啊，性感。无比殊胜的功德啊，用这个功德灵感，所以古德不可思议。下面所讲的都是十大愿王的古德啊，修文心口生出无量妙香，这是大乘、大铁、新型原稿，新出、高出、无量的妙香。香气熏人啊，普熏一切众生，普熏虚空大地，心口上出无量妙香。我搁甲换一字，心口上出无量妙光。光是遍照虚空法界，妙香是普熏虚空法界。菩萨的心靠意，甲性德相应，心是佛的形，靠是佛的言，意是佛的心啊，心靠意。拢甲弥陀如来相应，拢甲十方诸佛相应，
这甘的故啊，那要安怎修，那就明白咯。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呢？四十八愿，阿弥陀的口都是伊的言语，是无量寿经。是大乘法宝啊！无量寿佛的心，意都是心。经常有一句话讲：一切皆成佛。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吗？愿一切众生皆成佛。啊，咱家己呀，具足这款的这善心善行。跟佛陀的相应，妙香，智慧光明，用现前，下面给咱解释经中的比如，简单者。乃印度磅礴之名，咱国所无的，亦作无乐。这个简单，咱一般讲是檀香，故回愿音语，初木有赤白两种，都是红色的、白色的。白檀会依裂边，赤檀会去风静，何名无乐？伊会当帮助你离苦得乐。ADB 印度这种的香，中国无呀。古早时阵，嘛有法师带着简单来到中国来。贡献给皇帝做礼物，三送皇帝礼物，至少都要有一斤重，少过一斤，人都未接受。大概以前也无多。中国人嘛，唔知影讲伊这物件是宝啊，伊就该收一碗念念，应该无真大，一碗亲像黄豆遐尼大，土豆遐尼大就差不多咯，连一碗，香啊，下闻40里啊。
整个城市拢变掉了。皇上就欢喜了，接受了，非常稀有啊！咱啊，中国的檀香啊，非常名贵啊，买时阵就轮流买啊，咱啊用伊来供佛，唔是经商啊。所讲的这种檀香，檀香买当用作药啊，中药啦都用檀香呢，入药呀。有八路，这是梵语，翻译作青莲花。红莲花，其花香气芬馥，这是英雄的比如。妙香犹如江丹，犹如罗花，其香普熏无量世界啊！回愿因依我，犹把罗回护呀，花明。古印度的花名，枝叶为长，根叶小圆，向上渐渐，佛眼视之，见到如此啊！佛的目睭，就亲像油巴罗花。咱啊，通常讲青莲花，这个花咱唔捌看到。咱啊，听到讲花的目睭亲像莲花，受着迄个莲花，遐尼大个目睭，迄目睭偌歹看。无应该三十二相是这种个目睭啊！哎，原来啊，咱唔知影。印度这个青莲花、油菠萝花、花瓣啊，又个长。那请问咱中国人的菊花，菊花的叶啊，真油真长，伊是莲花，这个品种伫中国无的。所以经典内面常常用青莲花来个形容这个佛的目睭。大师心口相测妙香，是内界的之所感。这是修德家，这不是性德。大师在这地给咱实现的，人身体都毛味，毛味有主张。主调，你佛法里面讲是光，在中国气功里面就称为气，这个物件真正有啊，连气功的人看会到，
看到你身躯的光啊，颜色无同，大细无同，颜色大细会看到你的功夫。一般心地善良、慈悲、有智慧、气场就真正殊胜，心行不正也有气啊。这个气的色都无好，是黑色的、暗色的。好的呢，上好是金色的、黄色的、白色的、红色的，都算未歹。会看到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的状况，哇，个人穿主场，在这所在，菩萨心靠上出妙香，盖得之所感。生生世世之界不宽，感到心靠香光，香光庄严，《观复经》第三卷讲：“上义界香，非心璎珞。”佛弟子用什么庄严家己的心呢？理解啊，持戒修定。你身体就会胖，胖一般人真容易接触，变会着。稍看有功夫的人会看你的光，也咱看金山瓦布的传记。虽然无完整啊，一片段呢，若管法师写的，老法师甲我嘛是真有缘分，我有一年伫台北，阿弥陀经所抄，迄个时阵非常困难。无经书啊，罗观法师已知影了。问我讲有经本无？我讲无啊，听讲拢无经本。迄个时阵，伊印一千本，甲大家结缘啦，送我一百本。伊啊，大家金山瓦布做伙待过四个月，就相当长的时间啦。对付瓦布的兴起，伊感觉真正不可思议。瓦布穿甲非常的简单啦、啊，也真邋遢。因为衣从来无洗，内面啊都是一领小褂，外面一领长衫，其他什么都拢无啊。
春夏秋冬拢是这款打扮，寒天啊，伊也袂寒，热天也袂热。伊家己拢唔捌洗过身躯，也唔捌洗衫，无换衫。可是伊个衫真正是有啊，七莲花的香味。奇怪啊！有人身体无好，鼻疼的时阵去鼻看，伊这个衫啊边都会好起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胖的一边啊，咸蛋胖，莲花胖啊！香味甲尖蛋甲莲花是同款的啊，但是伊毋是对尖蛋，毋是对莲花发出来啊，是对身体发出来。该得啊！真正世界感应啊！世间人用珠宝为璎珞，所以讲珠光宝气呀，庄严心。佛弟子是用戒定慧来庄严心，有戒有定有智慧。由界向经物，世间所有诸花果，乃至丁丹、龙舌香、如是丁香，为变文，为文界向变一切。这个世间花的香、果子的香、花果啊，乃至沉水香、檀香、龙舌香，这些世间的香，香意啊，袂当变闻。哇！一句讲，伊个香气散布无讲真远啊。我滚的时阵闻到咯，较远就闻未到。只有啊，界香应变一切处啊。诸佛如来。发心大师，因的香光变法界啊，文经无法，其向破分无量世界，都包括咱这个世界在内呢。伊也无讲啊，娑婆世界在外，无讲啊啊，无讲啊，就肯定包括咱这个世界在内，咱这个世界的人为什么无偏掉呢？我跟人讲。不是香港不变啊，而是咱家己有障碍，
什么是障碍？烦恼是障碍，无明烦恼，人生烦恼，见思烦恼，啊，你都避未掉，也看未掉。这三大类的烦恼，只要把见思烦恼断了，光都看到了，香都闻到了，这什么人呢？修行树故，大行执心菩萨啦。初故，大行的初心为因之等啊，三界八十八品见血，输血无等，因都偏会着，都看会着。立功票啊，立功普遍，为什么咱偏袂着？咱的见思烦恼一片都无断啊！一种爱着，诸佛菩萨一向讲诸佛书，更帮助你开。智慧啊，通帮助你断烦恼。也咱就会当体会到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庄严。经的达句的经文，种种信息，只有一个目标，更你信号啊！你要相信，你要心怀疑心。发愿求生净土啊！往生极乐世界呢？啊，你拢得着咯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尘动机土下品往生，该做阿维越地菩萨。阿维瓦帝菩萨啦，身上的香光拢周遍法界啊！这个世间有什么值得留恋？亲情放不下啊，那是你无知啊，你无智慧，佫较亲爱，敢袂当永远斗阵？无可能的啊！庙都一个流转，毋知走去倒位去咯。如果你真正有亲情，你有智慧，赶紧去极乐世界，然后再度伊去极乐世界。你伫极乐世界，大家斗阵学习，将来伫西方去弘化，会当斗阵去啊。
你何出世千夫用何？这才是真实智慧。这个世间所有的拢是假呀，无将是真的。所以啊，唔通去流乱啦。有自私和流乱的心，未歇颠倒啊！哎，把这个世间看作是一场梦，梦中境界啊！你会当安尼看，这是看破，帮助你放下。真正是一场梦啊！看破了后，一点不亮，你就放得清清气气，啊，道就相应了，道是自性，道是极乐世界。都是阿弥陀佛了。以后这结论，故知其凶，应是皆凶呀。法藏菩萨向分无量世界，皆凶啊，不是别行的。世界一定对于地主鬼开始，地主鬼是概率的基本基础。你无对家的扎根，你袂当成就啊！地主鬼甲名片是商业，这个是根啊。然后三归五戒，三米十戒为宜，祖祖连连就成就啊，一点啊都未困难。现在感觉这个戒这么难持，无办法做到，是烦恼习气太深，阁唔肯对根本来落手，啊，这个一生都无希望咯。你系知影无戒都无善根，无事了了多就无福报啊。菩萨的福报是数量量多，菩萨的善根是对呀，改定回来呀。下面讲。随所生处，色相端严。端假端净，唯一言用色端净，严假中严，三十二相就和等那化心语言，就三十二相，三十二相是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
所显的形象，只应化心呢、啊。六九不信，即有啊八万啊四千相啊。这是功相，大乘经教里面赞叹不信佛，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不是八万四千。这个当中有矛盾吗？无啊。为什么无？八万四千，是多大的相？每一只相来对。各有真多好相，无量相呢，是对八万四千相开出来。无量相归纳是八万四千相，八万四千相展开是无量无边的相好，所以无矛盾呐、啊。就亲像十善业同款，十善业十条啊，菩萨甲十善业展开八万四千世行啊，八万四千世行甲归纳起来，都是十善业多啊。小行甲伊展开是三千为宜，展开三千条啊，菩萨展开是八万四千条。这个诸位的佛学理典拢查会到，教行法所顶面嘛有啊，所以开合无共啊，八十种好，即八十随行好。所以就等六之心理言，这个八十种好啊，三十二相，拢是指释迦牟尼佛的相好。这是在三千年前，在咱这个啊世间应化的这个啊形象。环境法无量修佛啊，有。八万四千相，一相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。观经赞叹阿弥陀佛的相好啊，有法界处地下观闻，相好乃。东西啊，释法。咱今仔讲物质的现象，该为庄严显化佛心。但相是众，好是别。讲相是对众相看，讲好这是啊对别相看。相了无好，就不圆满。咱看下面，轮王即凡亦有相，以
无好果，又尚无好，尚不微妙。像修好所感到的，好呢，当然也未例外。那好是世上。不必殊胜功德，这感到上好啊！下面地图论讲，上初立好事，众生见佛即见相，好者难见故。有上者有人强敌，好者或强或不强，已是个上好别算。上好得着，专人信我嘛得着，大梵天王嘛得着。这些天马得到，都是都离天王咯。这都是武林强敌，虽然无相，但是啊，无好啊，好啊都无容易咯。好是强，是不强？伊是个上好别。啊，咱看这个天王，传人姓王，这是最低啊，又上啊，无好啊，都离天王，福报比传人王啊大真多咯，这天王啊。台湾天王是骨卡管咯，啊，骨气气咧，我去修罗天王，嗯，咱相信，愈向顶面去咯，好啊，就会愈增加，愈明显。如来上好古教。为什么呢？以戒定慧修学圆满咯，这些天王虽然修好修德，跟佛一个比差真多，莫去修了天王所通的。不过是一个大千世界年年，亲像黄念老所讲，一个云和黑，云和黑王，云和黑来呀，看地球，哎，就太水了，太渺小了。阮好的天王，如果地球啊，算阮好的一个，那是一个小村。地球上的王，专轮王啊，统一全地球，那是船长啊。在阮好的，而是一个船长咯。哎，所以啊，伊有三十二相，伊无好。呀，咱对这所在都会当去体会着啊，
有上啊可见，上来记初者、中者、现立意见者。这个三十二上现立意见，后来世者、不恭者、微妙难见者。化妆菩萨应得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色界故作无有缺少，就亲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实现在咱这人间啊，当时在印度跟佛有缘的人，也把跟佛见过面的人都看到啊。化妆菩萨的因地未成佛以前，嘛，亲像诸佛应化的世间共款的呀。上好是修来，到什么时阵，这个上好圆满现前呢？见性都现前，明心见性，见性。成佛啦，见性成佛，不是应化成佛，是不成佛啦。正像头前所讲的，八万四千相，六十四亿一千六百万，随行好啊。明心见性都得到了，得到了，为什么在世间无要展现给大家来看？展现给人看，人都要有福报啊，无遐大的福报，伊是看不到的。你讲六十四亿一千六百万随行好，两眼看会到未？看未到啊？用虾米镜嘛，无一定看会到。这就是讲典型在你面前，你看未到，都是意思啊。所以，佛菩萨示现在人间。人家经常讲得真好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佛所现出来，一定是随着众生的心、众生的福报、众生的缘现的相啊！啊，由此知影，佛菩萨现相，不是家己的意思，家己无起心动念，自自然然的感应。你的福报大，你看得较多；福报衰，啊就看得较少，无同款啦。连普陀山华严洞内面观音菩萨现象，每一个人看拢无同啊。是毋是观音菩萨介这人现的这个相好意啊？毋是。观音菩萨无起心动念，所看的相无共，完全是个人的，也无共啊。就是讲善根福德因也无共啊。圣严法师1980年代时阵。是当初开放，也是无开放啊！就是迄几年啊，因啊三个法师
一条普陀山啊，伫华严洞门口拜观音菩萨，拜了半点外钟，观音菩萨出现咯，三个人拢看到。回来时阵伫路里，三个人就问讲：“你看到什么款呢？”结果三个人看拢无同款。圣严法师看到是地毗卢婆的，像地藏菩萨像同款，全身是金色的，地毗卢婆。另外一个法师看到是白观音，如心白观音。第三个法师看到是比丘像，是出家人的像啊，男性。三个人同时看到，每一人看的拢无同款啦，佮无看到三个，啊就看一个。你看同款的现身，各人看的无同。随众生心，应受地量啊！这个历史，咱拢爱知影啊！咱两个人同时间拜佛，个人看到拢无同啊！下面这段手中相出无尽之宝，庄严之库，一切所思最上之物，离奥有情。这段经文就出主部无尽，不是一种，真多啊！所以注解里面讲了，手出主部，如维摩经中之宝手，甘妙比啊，地菩萨。啊，《维摩经》中讲的啊，伊是宝手妙臂，一切如来种种具足，一切法身菩萨嘛具足。如实大师曰：“佛手者，手中能出无量珍宝呀。”又闻：“以是报告，手出无尽宝物，如五河流，五明妙臂。”这地也有一句话啊，咱来特别注意啊，就是以时报果啊，时时报一句啊，菩萨的因地修布施婆罗蜜，所以在过的时阵。有这款的殊胜庄严的果报啊！在这所在，
咱才会当看到这个因果报应的殊胜功德。菩萨修布施，伊的目的是断烦恼，断贪嗔痴慢疑。布施就是舍弃啊，就是放下。目的在这地，佛家世间人开始学布施，学布施那是无果报，伊唔肯做啊。所以菩萨教伊啊，教伊拢是真话啊，佛绝对无妄语，叫你这个啊，布施财。布施财力就会得到财富啊！一定要知影，财啊是果啊，果必有因啊。因是什么呢？因是修财布施。愈施愈多啊，愈多啊，愈多爱施。绝对唔当贪财，菩萨修财布施呀，是爱把迄个财、贪财的念头给放下了。得财物无过一丝毫贪恋啊，贪的这念头，这叫布施菩提心圆满啊。只要讲也够有贪心，无圆满。你都要好好去学啊！什么时阵把贪心断了，再施圆满咯？什么时阵把发马贪啊？有好多人为贪财贪发啦，也是错咯。贪心无断啊，把贪发的念头也无咯。发布施啊，这个发布施圆满了，为布施啊得到健康长寿。哪有贪恋长寿这个念头无圆满？必须把健康长寿这个念头嘛断了，二三种布施拢嘛圆满了。三种布施圆满，你手中啊，对珠珠连连，上出，上是无间断的啊。亲像变魔师同款，想买什么物件啊，就伫咧手里啊。大自在，众生是欠什么呢？手里自然就出来，才会补物咯。帮助伊想要提什么物件，手里就出现什么物件。无尽的宝物啊，如五河流，五河流是印度的啊，啊，咱中国的河流，中江、黄河、珠江，这是三大河流啊。印度的大河有五，河水啊，自然会流向大海，用来比如。秋中
出无尽的宝藏，就像这大爱河流源源不断，到底大海啊，出这个来做比如啊，所以这手骨叫妙笔，手叫做宝手啊，全是修因的故啊，无修因未用呢。菩萨的因地，生生世世无量劫中修因，到于正果的时阵，这个果报啊都现前啦。那这无紧急部队都会来的。总有这来处啊！我想咱的同学拢嘛知影，对诸圣堂中流出来啊。慧能大师讲啊真好，好其诸圣本自具足，本来伊家己就具足咯，具足。无量妙宝啊，到时阵起作用，伊就现象，出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这个话那用科学来个解释，也是讲会通的啊，大家更加容易明白啊。啊，科学家甲咱讲，物质对到未来。能量变现了，所以物质跟能量会当互相转变。原主答案就是这理论发明呢，把物质解放做能量，啊，就是用光跟热就化掉了。如果有能力把能量转变成物质，那就变成妙宝咯。能量出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你想要滴什么就变什么，想要黄金就变黄金，想要白银就变白银，想要珍珠啊就变珍珠，随便变啊。啊，灵跟质的会互相转变。地化心菩萨呀，拢总做一教啊！这个地物的内底讲会通，不是讲未通。这是啊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下面以及法师。化处为十地菩萨之行，一地多成果啊，地非圆满啊，伊就是有波罗蜜圆满啊，华严经十波罗蜜配的十地菩萨，到法分地圆满。圆满的时阵，诶，拢有这种的能力。呀，对这个所在来看，咱就知影咯。法藏菩萨伊的地位伫十地以上，至少是十地菩萨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啊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